今天来吃一个老北京吃的米其林炸酱面。店里生意很好，一楼已经坐满了，现在来到了二楼。一坐下就被这罐糖蒜吸引了，等会儿多吃两个。我的炸酱面端上来了，看看这个盘子像不像一朵花，中间这个是酱，边上是一些菜码，一共有六种菜码。下面这个面吃不够还可以续，先把这个酱倒进来拌一拌，上面有一层油。来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搞得我很拘谨呀，不敢说话了。现在把酱全部放进来，搅拌均匀。把所有的菜全部都放进去。再来上两颗糖蒜，美滋滋呀。十个排队，六个老北京，那说明这个炸酱面很地道呀。面已经吃完了，菜不好意思吃了，等会儿吃光了不好意思续面了。嘿嘿，又续了一碗面，还给了一小盒酱。搞起来搞起来，继续吃。美滋滋呀，32块钱吃了两碗面。吃完面在这坐了一会儿，服务员把我的碗都收走了，不好意思再坐了，回去喽。吃完面想买个冰淇淋吃的，一看哇，排队排了这么长。